一个工作目标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，撸起袖子加油干。这次的团队里面的话，虽然都是女性，但是的话，其实我们全部都是有非常丰富的一些经验的，包括我们有专科的呼吸科的专科医生，还有之前有过援鄂经验的一些医生护士的。我们去到香港之后，会进入到亚保馆的方舱，我们将会与港方的一个医疗团队共同合作，希望的话能够发挥我们中医的优势，为疫情的防控带来我们中医的一些经验以及力量。我又是中医学院的老员工，今次我的女儿能够到香港那边支援抗疫，希望他们能够大家齐齐整整去安安全全一起回来。